我是太阳江湖的君，这一次我来到了方舟世界，这片大陆有着数百种史前生物，我将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。我这是昏迷了多久？老杨，首先这个芯片怎么回事？我这是在哪儿？这周围的环境既陌生又熟悉，这难道是方舟世界？我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周围风景还不错的样子，要海有海，要树有树，阳光也不错。我决定找点木材，我用拳头打了两下树，好疼，这样不太行，还是做个石镐吧。石镐做好了，这回看我不把这片林子都砍了。哎，这还有只小恐龙，怎么跑了？叔叔又不吃你，就想看看你而已。我的天，这又来了一只巨大的三角恐龙，太可怕了。我还是去摘点浆果吃吧，我这光着身子也太猥琐了吧，给自己穿个衣服，这样才像样嘛。至少这么多恐龙了，难道都是被我的帅气吸引过来的？不知不觉我来到了河边，这水可真凉，我该给自己盖个房子了。这里的风水不错，就这，先给自己搭个地基，地基很快就造好了。接着是墙壁，天逐渐的暗了下来，此时已经下起了大雨，我的屋顶还没有盖好，我得加快速度，这下雨可真冷，冻死我了。点个火暖和一下，好多了。再给我的小房子做个门，不错不错，还能上锁了，我也有自己的小房子了。这个白色的光柱又是什么？我去看看。这是空投，点了。我家这么黑，我可是喜欢光明的人，做几个火把放在门口，以后这就是我的地盘了。终于做完了，看着自己的一天劳动的成果，自己心里甚是满意。一个不大不小的房子里有着自己，也太孤独了，出去找只水龙兽吧。就你了，你长得与众不同，符合我高贵的气质。你一定饿了吧，来给你果子吃。我不饿，我不吃。你看这果子多好吃。不吃不吃，妈妈说给我果子吃的都是坏人。叔叔不是坏人，你看你一个人，叔叔也一个人，咱们俩一起就是两个了。你别骗我，妈妈说人类都是大骗子。你看我像骗子吗？我这么英俊潇洒的，聊了这么久你也饿了，来吃个果子，你就是我的兽了。他好像不像坏人，还给我果子吃。给你起个名字吧，那就叫小家伙，然后你就在这里帮我巡逻采集浆果吧。